因应着武汉肺炎的疫情，在五号由财团法人嘉义社区发展基金会董事长李锡珍前往民生国中来捐赠予嘉义市所有特教班的学生每一人两罐的防疫酒精。嘉义市长吴明辉为着表达对着基金会伫咧全面防疫期间，予校园防疫再升级，特别亲自到现场来致意，同时致赠着感谢状来感谢着基金会和公部门共同联手合作，打造一个予家长和学生。请囡仔拢会当放心的学习环境。关心家亲来特教孩童，财团法人嘉义社区发展教育事务基金会五号特别选在民生国中作为代表捐赠的学校，捐赠予嘉义市所有特教班学生每人两罐的防疫酒精。而伫典礼上，嘉义市长闵惠竟化身防疫小班长，示范如何制作1:100的漂白水，把防疫融入教学，带领囡仔做伙摒扫甲消毒。我们今天来到民生国中的宝贝班，我们看到每一个孩子不但对于防疫工作口诀，而且很清楚应该做的，我们三要一动，甚至呢还有许多我们的洗手的过程，完全都了解。看到孩子，我们宝贝班每一个宝贝都能够明确的了解，可以看到老师的用心，这真的非常不容易。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再到这里来，一来看看学校所做的防疫工作，我们不但没有松懈，同时我也要呼吁大家，真的所有家长更是要注意。再一次感谢李锡珍李董事长特别来给孩子们带来这么宝贵的防疫物资。嘉义市委春节以来召开多次的校园防疫会议，除了发放学生健康管理护照，要求学生自主管理体温以外，更要求各校落实分流，加强防疫，让师生全员动起来，照顾每一位学生。新闻台民嘉义市采访报道。